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双手上铐，神情焦躁，额头还拼命流汗。远景抓着嫌犯的手，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紧张与不安。闯红灯被拦下，怎么会紧张成这样？远景越想越不对劲，仔细检查发现胯下鼓鼓的，原来是藏了毒品在身上。情人节这天，周姓嫌犯从汐止开车到基隆，要跟怀孕四个月的女友约会。可能是太过想念爱人及宝宝，一路上拼命闯红灯，没想到路口有巡逻车，因此被拦检。被抓时还感叹：“牛郎织女怎么没有保佑我？”发现他是一个毒品通缉犯，那更在这个查询的时候，看见他神色慌张，药剂一直在摸药剂，那在他的腰包之间发现了这个海洛因四包。安非他命两包，共计25克的一个毒品。除了被搜出一级、二级毒品外，警方还查出周姓男子因两项毒品罪名正被通缉中。当事人表示，这个深夜时段应该是没有警察在巡逻，所以说不晓得说我们会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他非常的懊悔。毒品通缉犯躲了半天，却因为赶着见怀孕四个月的女友，沿途闯红灯，最后栽在警方手里。原本情人节的甜蜜约会，现在两人只能隔着玻璃相望。记者朱丁龙、张良浩，基隆报道。